吹到和焚竹枝断裂，提款空摇摇欲坠，消防员爬梯上去处理。喺尖沙咀海旁，就有人收起把遮，打开双手，感受大自然嘅威力。本港天气喺晏昼转差，狮子山同香港相遇，佢哋欢笑待遇唏嘘。再体验变幻原始永恒，风雨稍为缓和就出翻嚟玩。翻嚟玩咗水塘，好玩。特登带佢哋出嚟感受下，因为佢哋未感受过打风啊、大雨啊、落雨呢个情况。一大风就即刻翻上去攞车走。呢个商场除咗食肆之外，大部分嘅零售商铺都冇开门营业。不过有市民依然嚟到行街，话实在太闷，嚟睇下橱窗入面嘅商品都好。喺港岛杏花村带咗遮，仰头痛啊！所以朝早天气未算太差。天文台原先预计三号强风信号将会维持到今朝早，但系清晨6:40改发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。喺呢一个水浸黑点，工作人员严阵以待。在個環境情況入邊，今日就好似冇乜大雨啊，奇怪。慈雲山旭華里就出現驚險一幕，住户喺風雨中扶緊佢，警員到場協助。當局收到多宗臨時報告。信号下，石澳永滩挂起红旗，有人趁大风大浪一跃上浪尖。我觉得好大风嘅，因为应该唔敢做，你都为自己为整个身业着想。天文台提醒市民要停止水上活动，远离岸边。无线电视记者善智报道。八号信号生效之后，天文台多次推迟考虑改发三号信号嘅预测。天文台解释，狮子山移动速度比预期慢，加上有新雨带形成，要不断调整预测，希望市民明白。周末遇上打风，可能令到唔少人都扫兴，起身先至知道发出咗八号信号，消息嚟得太突然。喺西贡嘅海鲜街，商户有唔少怨言。即係形容曬九成生意都冇咯，呢啲即係起碼提前啲，即係有個預告咯，或者係可能啲聽日會掛幾多紅球或者八號啊，或者幾多紅啊咁樣，啲蝦啊嗰啲有啲用唔到啊，啲貝殼啲用唔到嗰啲都要等多啲。以往風暴襲港，不時引發海水倒灌嘅鯉魚門，佢務署前一晚派人架設沙包同水閘。嘅陣，我已經收到消息話將會掛浮球，所以我就好早翻到嚟鋪頭，即刻將地面嘅嘢個貨升翻上去卡座咯，希望損傷減到最低。咁幾時先至考慮改發三號信號咧？天文台最初喺朝早8:00話下晝初時考慮改發，中午過後推遲到下晝至黃昏，一個鐘之後又話黃昏前後先至考慮，之後一改再改。唔少人都係天文台社交網站提出質疑。根據天文台網站，下晝各區風力顯著增強，昂坪最高陣風一